近日，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，某卫视正在录制一档名为《加油宝贝》的亲子节目，林志颖爱子 Kenny 和李湘爱女王诗龄将在该节目献出首秀。在被曝光的拍摄现场，每个小朋友都要牵着小绵羊到下一个目的地，林志颖始终跟在 Kenny 的身后，记录下儿子牵羊的全过程。